倾世王妃格蕾斯凯利绝版老照片，第一张眼眸清澈，最后一张结婚照。格蕾斯凯利从好莱坞巨星到摩纳哥王妃的传奇，留给世人一个永恒高贵的倾城王妃的形象。这位优雅的绝世美人一颦一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优雅和高贵，比奥黛丽·赫本更优雅，比玛丽莲·梦露更高贵。现在来一组倾世王妃格蕾斯·凯利绝版老照片，一起见证这位绝代佳人。1956年4月18日，格蕾斯·凯利和兰尼埃三世在摩纳哥皇宫举行婚礼，佳人穿着婚纱的瞬间惊艳了全场，她的婚纱至今仍是经典。摩纳哥王妃闻名于世的理由很多，绝美的容颜，奥尼斯卡影后，王子公主的婚姻，悲剧的命运。等到一切喧嚣散尽，她铭刻在人们记忆中最多的还是那不曾在时光中陨灭的优雅以及时尚，令人怀念。著奇闻解密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图片来源互联网，版权归属作者。